心，你要归心啊！你甲讲，你归尿心，我比如讲你归净化法师啦，你有这种无？你归正念，你有你有这种无？你归什么人，你有这种无？其实，咱讲我这话俗，你来讲无俗，但是咱讲我这个话俗，咱讲我这个话，这个俗气白死。今日要归什么人，我才要甲伊行；，若无归什么人，我唔敢行。你有这种无？其实，咱拢无通自归咱家己，换一个解释来讲，咱家己无法度通认识咱家己，咱家己拢去找别人。讲一个较简单来讲，认别人做老爸，你唔知你家己做佛，你认别人做佛，跟你讲也是安。所以，若做慧能，就是讲化这个外，这个外相。就讲你，因为你家己未使执着这个外相。你会找到你内心世界，迄个什物件，迄个自性，所以讲叫做无常，无常，迄个叫做实相，什么叫做实？实叫做无虚嘛，无虚嘛，实叫做无虚嘛，什么叫做无虚？无虚叫做实，实叫做无虚，什么叫做虚？凡所有相，拢是虚。比如讲这个厝，即看有一幢物件，但只有实无。有一支麦甲拆掉的，判着拆掉的。咱这个肉底有湿无？咱这肉底有一支麦爱腐掉的，起码有一支来判无，嘛是有会湿。所以凡所有相，拢叫做有湿。但是一味拢叫做啦无湿，拢叫做虚。所以你咱今日这个无虚无虚，就是咧讲叫做空性；无虚就是讲叫做空性。迄、那个空性、自性，迄、那个空，但是伊无空，伊有一个实相面内底。所以你讲有嘛，伊阁无；你讲无嘛，伊阁有。所以有够相当叫做妙有。你讲有嘛，伊阁无；你讲无嘛，伊阁有嘛。哦，咱今日一个肉体先听听。你讲你有自性无？有啊，你给我看。无当起来无啊！你讲无嘛？你搁会挖？你讲这有空气有无？有无？那你摕空气来我看，搁摕袂出来。咁是安尼，这有空气有无？你看伊电风咧害，这是风咧害。你是看物件咧动，风咧动还是风咧动？那作品讲人只也心动。所以是内底物件有空气，但是伊个空气你搁看袂到，你袂使看。你今日有一个实相的自性，有这个实的物件，你袂使讲。咱看经理官咧，伊啥变起来？伊迄个实相是造出来，迄、那个实是造出来，所以伊的实无里内底，所以伊变成一种尸体，尸啊！好，伊变成尸体的尸啊！好，伊这个尸就讲，这个火叫尸呀。这个火的你，这个火，你叫做火，火这个火，火主，这个火的主人叫造成咱后壁变成尸体，安尼。但是你有一个，你这个身躯有一个火，你这个火的主人叫造成咱这个尸体，咁是安尼。但是咱这火主人阿弟的，所以咱变成尸体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立作来讲，要归什么？该什么归什么呀？重点是啥？是理性归格，好、哦，这个物件，归什么物件？归格，好、哦，是不是？第一叫归格，第二叫归哪正，归正，第三叫归哪，归正，好、哦。这三点真重要，这个叫做格，你依附高升，这叫做分，一叫做分，分就是干嘛，格就是分嘛，所以后面才又讲嘛，哦，第三部分嘛，哦，归自性，归自性的三部分嘛，第一就是讲你归干嘛，六种尊嘛，哦，归一就六尊嘛，归就。那伊有教讲叫法嘛，哦，啊那伊精咧讲叫精嘛，有法精嘛，是不是咧？法、法、
心，那伊佛教来讲的是安尼嘛？伊咧道教来讲的是啥物件？天观，这叫做口观，这叫做合道，这叫合道。好，天观，这个玄机有玄，九妙之门，这个物件自然出现。但是对咱的自性所流露出啊，这个叫做假，你不是歪，你歪叫做邪，你歪叫做邪，你无偏叫做正，所以唔当叫做好。但是咱一定要注意，你佛教上有一句讲：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妙多罗，阿妙多罗。三秒，三菩提，三秒，三菩提，这是一个什么物件？阿妙多罗，这讲叫做无相。三秒叫做正定，三菩提讲叫做正觉。伊是毋是来讲？佛教上，咱伫金刚经也好，伫心经也好，一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一定无相，你就讲明白，这个叫做无相，这个、叫做无相，这个叫做哪？正定，这个叫做哪？就是正觉。其实伊发生咧建立咧，所以咧今日去写地识、慧觉、量足尊，什么叫做量足尊？量足叫做福慧，不会，福慧，福慧叫做量足尊，这叫做福慧量足，量足六祖慧能甲你讲，是安那？你要成就一个菩萨，你要成就一个佛。你袂使毫无拒绝，你袂使非无拒绝。你若毫无拒绝，甲非无拒绝，你惊得一项，安尼，你若惊得到福，你阿就通得得到；你若惊得到非，无得到福，你就难。你要得到菩萨，无可能。所以你今天去以六祖来讲讲，非甲两足尊，伊就来讲出来。这叫做福慧两足尊，或者该说的，你的道卡，他的正卡。你有道卡，佮有正卡，你两卡咧行是真好势。你减一卡去，你也有跳，爱就是去单抢、抢、抢，安就两足尊了，安就无尊啊。你行一卡就无尊啊。咱有两卡行咧真好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袂使欠福，也袂使欠慧。修福不修慧，这物件福中嘛存在；修慧不修福，啊慧中嘛好多，两种不足。所以呐，咱过去佛教上那是不能讲，伊讲修福不修慧，大枪劈人刀；修慧不修福，啊罗汉脱红波，罗汉脱红波。伊修慧嘛，伊也修慧嘛。你金刚经，你第六分，一切。你的金刚经的第六分，不得到不是慧，不得到空。当你是人，不分二分三数五分二乘十一，一五千万无量分所证诸乘因，乃至一念心净信者，金刚经第六分一切空出慧。佛陀甲释迦牟尼讲，当你是人，你也要去确定啊。不一分二分三数五分。后面我来讲，叫做二净善根。这阵人是安怎去做，就很做得到。因为这阵人在修福，修福，因为伊多心感恩，伊就是供养修福，伊有恩，伊无修慧。所以呢，无修慧，咱知影，你无修慧，何你福？何你福？搁做较济，你要得阿罗汉。因为你得到阿罗汉，你伫金刚经的第九分，
一宿无雄的功劳做成这了。师父完、师父寒、阿那寒、阿罗寒，这四个第一爱入流，入性命之流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根本来当掉的。因为要得到阿含贪嗔痴这三毒，这一定爱当的。你这三品，这三品上爱当的贪嗔痴。因为你这若当了后，你得一定入流，入初课的师父完。师父完，你得入流，叫做入性命之流。我一个解释，你叫会当大圣，但是你的位是一个。吼、哦，这个小圣阿罗汉的位，吼、哦，那来娑罗王阿那含阿罗汉，那一步一直去，只爱得到慧了后，断去了贪嗔痴，断去了色声香味触，这六根本断掉了，这就是你的地位已经起来。但是咱过去拢修好，拢过去咧重要，定定咧重要，但是咱作者人无爱听道理，听我听道理。那讲若听到道理先着听，啊，产生我爱我的命，啊，这个着要想不顾，啊，无想爱咧听，是什物啊？所以伊的不识内底，不识点中的内底当中，伊无慧，所以伊听着这个物件伊会厌，伊常无爱听。啊，你若欲做仙，欲做好梦，欲做仙，伊真爱做，比如进啦吼，去外口啦，哦。进咱朱杰，念伊遐咧，甲老菩萨说辛苦啦，念伊遐咧甲吼遐咧火烧厝啦，念伊遐做大水啦，念伊遐地动啦，啊，逐个来做功德啦，逐个来做善，这真爱做。我毋是讲这毋好，这是真好，但是只不过是这是修福，毋是修慧。好、哦，第一问题，第二问题，咱去庙寺咧修行，咱一般顶个人。伊是爱要去供养尔，伊无爱修。爱要去供养，你听无？就讲我咧供养这个法师，哦，我咧供养这个无上师，啊，我咧供养这个新物件。简单讲起来，因为伊是供养这个法师，或这个法师会当去行法，伊感觉伊就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。其实咧，甲讲起来，正福报是好代志，但是因为你要入阿罗汉的初步，你都未入。是安怎讲？那个定是人个呢？你的定是你个呢？你今有食饭？到我有食饭，和你有关系？我有食饭是我爸，你有食饭是你爸呢？你有合法是你个，我有合法是我个呢？我今日去含和尚，和尚又伊是帮我说，伊是伊个呢，含我无关系呢？我个供养是助伊去行善，这是种福报呢？后世人轮回，我都含这个师父有缘呢。你永远要跳出着阿罗汉，跳出着六道的初，六道的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要跳出六道，其中的时候你就无好咧嘛呢？啊，那安尼那个，咱一直造成来世福报，唔得福福离金刚经，我拄只讲句话，师父的，当你是人。不一物，二物，三思五物，二净善根。然后，亦有千万无量物所净诸善根，乃至一念的心净心者。伊这句话就甲你讲，伊讲你已经供养无数佛啦，甚至千万无量物咯，你拢供养袂了。啊，若安尼我无数佛啦，搁千万无量物，上少我得着阿罗汉，但是我永远阿罗汉就得袂着。因为什么原因？无量因为你弘三量去，你如果供养佛，你就当成佛，这是一个上界大的盲点，嘛上界大错。咱今日打算拜佛的，今天你讲叫佛的，当来过去啦，你讲讲。所以这是咱家己的一个盲点，所以跟你讲爱归啦，归格，你跟你归格，两足尊，这个归格就是你要智慧，你福慧爱享受两足。两足尊，你修的这个修菩萨道，有菩萨道到佛道吗？对不对？那就讲，这个天嘛叫无相，起码叫咱来自性，是无？嘛叫咱来自性。我一个解释，就是你一定爱归入你的自性佛。那做比较来讲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讲，咱今日修得到，咱得到明殊的一致，这个叫行观。
平分。好、哦，当前这是真言观，真水真佛一俱全，一金足你一条路，灯光照耀在眼前。然后二目神通来发现，发现什么？飒飒偷偷就是八路滩，西天虽也是请不到，温暖山不老天，这个是一招跳出苦海面，回身来上岸，这个是一招，一直装到会幻化的差不二目神通来发现，发现人啊，发现人的家己这属性分。那就快乐不掉，一直装满会幻化的超人。你要懂他来进得，你要懂他来点开着你个顿开你内底迄个毛色，那个毛色。咱多心结，迄个毛色就讲叫擦掉了以后，透过着大明书甲你开一条，迄叫做修行随机。即嘛，咱若做甲你讲，你爱归这个，人世俗厝的公安那讲你知影无？归头啊一坎的。有无？你拜头一空的，你跪头一空的，啊，钱也就是跪头一空，心也就是拜恁家己自成的空，对不对？迄空就是呐，所以迄空就是咱上好空。所以讲，你有好空好无？哎，上好空。有好空好无？因为咱会当找着咱家己主人，是不是呢？咱会当依着咱的主人来做事，所以呢，咱会当跪着咱家己的主人，这个角就是咱家己主人，你也听好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用主人用输了，你会福气双收。有准备有无？你绝对袂迷信，你绝对袂惊着。所以那做安尼讲，吼、哦，无论离婚，你咱得着有够，应该讲啊是足详细。但是伊迄个当中第二就改变了呀，归依讲，归依讲，你用准，因为你爱归依这个讲。你袂使归伊邪，袂使归伊偏。先怎讲呢？因为这个正叫做法，所以叫做正法。所以就讲有一句话讲：依法不依人，依法依法不依人，不依人吼。我今日咧想到，我是依法咧行，我毋是看人咧，毋过咱只作者人。作者信徒，都是拢呐看人咧修行，今电视出来，我毋是批评啦吼，今电视本身有出来，讲一个老师啦吼，讲做老师体会，做校长体会会困倒啦，讲你练佛教，讲用佛教的什么咧当，咧卖人的什么平安符啦、平安刀，当骗一万啦，一亿一千万啦。但是伫伊个厝内底当中啦，伊超出着一亿一千万的现金啦，伊嘛阿唔敢去见银行啦，伊见银行，银行不是无一切钱实的，到底对对骗人，唔敢去见。像过去中国代表，迄伫个贪官遐哦，540亿的人民币，迄怎伫伊个厝挖出来了后呢，摆一堆怎挖出来，伊才敢去见，伊去见是蛮好骗。啊，所以我拄只来讲着，咱今日伫咧修学道，咱毋是咧想爱迷信。甲你讲，哦，你来信我拢会飞天哦，你信我拢会升地哦，你信我拢会做啥物件？我甲你讲，你听好歹咧。人家讲，你无到地步，因为你拜你家己有一尊佛，你毋拜，你拜外口迄尊，迄尊会骗你物件。咱即个社会。咱这个小的就是较方便。迄个赵叔，你甲三方一下。